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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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合掌。好，我们接着来看次望见哈，浅智者就浅智见诸法若有若无相，是则不能见，不能见什么见灭见。安，这个是跟安稳的稳是同一个意思哦，安稳法。前面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前面物依嘛，物依是明正观，明正观，接下来就次望见。前面是说到，正观是什么？就是非有亦非无，非相非可相。其实我们常说那个有见无见，对吗？有见无见，相可相，相就是能相，对吗？可相就是所相，就是所相。我们本品是在说六种嘛。主要破除的就是空种，就是空界嘛。空界，空界就是虚空，就是说那空嘛，就是空间虚空。虚空的相是什么？又能相，它可相就是所相，所相就是虚空法本身，它能相呢，就是那个我们虚空就是以无碍性嘛，无碍性就是无碍相，就是这个。那其实一切法都一定有相，无相之法是没有这样的法的。我们就是一界相之性哦，界相之可相，可相就是那个法体，就是体性嘛。所以从本品来观察，一切法是非相非可相。各位，我们在中论在破的这个非啊，是在破什么？实有的啦，实有的相，实有的可相，实有实无，那都是有见无见嘛，好，这个是正观，正观。所以浅智者，浅智的，就是诸法的实相，不可以看作有相，也不可以看作无相。这里的有相的有相怎么理解呢？这个相有这个相了，不可以看说有，因为我们要界相之性嘛，不能够说它是有相，就是有实在的那个相。这个相如果相跟那个可相相对来说，这个相就是能相了哈。相对来说的话，也可以说一切法都要。不是我们有说到体相用嘛？一切法都要有这个相哦，这个不能够看作是有相，也不能够看作是无相，就是实有的有相不对，实有的无相也不对哦。这个在内文当中都破了，用很多方式在破它嘛。但是浅智的人，你看有相就是有见嘛，有实在的相就是有实在的法是吗？有实在的。能相就是有实在的什么所相，相对来说嘛，所以在破不能够看作是有相，也不能看作是无相，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有见无见，对吗？所以不能够认为它是实有的，
有相那就是有见嘛，实有的无相那就是无见。所以那个诸法实相不能够看作就是非有非无嘛，啊，浅智者他就浅见了，就见世间有情的世间有情了，就是我们以情为本嘛，智慧就是浅视嘛，是这有情呢，一般的有情不是见到或见就是或就是若，一般这个若了齁，若可以说是或，有的见有见，有的是无见，是吗？见到诸法的实有自相，或者是见到诸法的实无自相，那是浅智者齁。如果是这样的话齁，他是不能够见到虚空以及一切法是非有非无的缘起法齁，因为一切法就是非有非无嘛齁。这个非有非无，非就是不是非，可以说看哦，在佛典当中呢齁，我们也看到非啦或者不啊或者空，可以在这里都是同一件事情啦，不是实在的有也不是实在的无的缘起法嘛，缘起法就是这样是吧，缘起法就是非有非无的什么缘起法了，都是非有非无的，不是实有实无的嘛。因为不了解缘起法，所以不能够通达空性。老师常这样说啦，空性是什么空性？空性是缘起的空性，不能够离开缘起说空性嘛。所以不能够理解缘起法，就不能够通达性空。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如果不能够通达性空，那就是有自性见的析论是吧，性空就是无自性嘛。中观说什么叫空性，空性就是没有实在自性是吧，无自性空。所以不了解缘起法就会认为它是，因为缘起就是以中观来说啦，以案件来说就是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如果不了解缘起法就不能够通达性空，不能通达性空它就是有自性见，就自性见的析论。那有了自性见析论，它就不能够见什么，就不能够见到灭除妄见。妄见在这里讲，灭除妄见的话就是有自性见的，根本的生死根本嘛，生死根本就是那自性见，最根本的妄见就是那个自性见了，就不能够见到灭除妄见的安稳，安稳法，安稳法那就即灭涅槃嘛，即灭涅槃嘛。这里相对来说了哈，就是不能够见空性，空性就是第一义了。第一圣义地对吗，这就是上标了齁。你看到这个都是 A 都是在同样是在阿拉伯数字二底下，所以这个可以相对来看，就是不得第一义呢，就在没有通过性空就不得第一义了齁。那样就不能够得到涅槃啊，就不能够得到涅槃法。我说这个也就是这个意思啦，什么这个意思，就前面这个的意思了。所以缘起幻有的性空是要承认的，就是要承认它是在世俗地它是有的，就是在世俗地上，这里说缘起幻有的虚空是要承认的，就是要承认它是有的。怎样有，就是缘起幻有，不能否定它了。所以这边的说到的非若有若无啊，那个若有若无这才说明它实有的啦。但是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而且是一切法空，一切法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的。一切法空是要成立一切法相的啦。所以非有非无不是破坏它的缘起法相，而是在说明它没有实在自性的齁。在圣义地观察了齁。所以
还是要承认它是幻有的，缘起幻的虚空是要承认的，而且是在从缘起当中通达性空。啊，本品就是在那个缘起幻有的虚空当中呢，去观察幻有嘛，所以它是无自性，它是空性，所以要在缘起当中呢去通达性空。只要通达了性空，它就可以证得涅槃。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注脚十七，这在观就是第二十四品有说到了。我们在这一段文当中，主要是在说不依世俗地不得地狱，不得地狱就不得涅槃。这个是在说到，这个在玄论当中说到了。空有无碍，空有无碍就是那个中论，就是中观的特色哈，中观特色。在玄论当中，我说了三种哈，先说到空有无碍，空有无碍。这个是在龙树的思想当中，空跟有呢，就是。空就是性空了，有就是假名嘛，假名性空是在融入思想当中是融通无碍的，但是即有即空即有的无碍妙义，那即空即有无碍妙义要有中观的证见才知道，这个太重要了，要有中观的证见才能够知道，否则啊，他现在都在说空有无碍啊，都在说这个。谈这个只要是在佛法当中，就谈到尤其大乘三起都在说这个空有无碍。尤其啊，我们这个中国传统佛教这个原教都在说明这个了。但是其实要真正了解龙树的即有即空的外义啊，要有中观的证见才知道。希望我们在共修到现在了，希望我们一定要去理解这一部分，或者实在是很冤枉，如果说我们非常非常可惜。如果没有方便，一般人是不能够领会即有即空，反而会变成似乎深奥的空论玄谈，似乎是深奥，但是它是什么空论玄谈，空泛的啦，空泛的。所以导师常这样说，刚才也提到。空性是缘起的空性呢，不能够离开缘起说空性，就是这个说不依世俗地不得地狱。所以导师依着龙树论义做一个深入浅出的解说。第一个就是依缘起法说二谛教，就是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依世俗地二第一谛缘起法。我们说佛法就是。是外道问佛，论什么说什么，佛就回答论因说因，论因说因嘛，对吧？就缘起法，一切二谛教也是缘起法，缘起法的二谛教，三就是四谛也是缘起法的四谛。那你说这个二谛就是世俗谛、生一谛嘛？如果以缘起法来讲，就缘起相就是世俗谛，缘起性就是生一谛嘛。如果说缘起的四谛呢，就是四谛苦集，就是缘起的流转门；灭道就是缘起的幻灭门。三法印也是缘起的三法印是吗？一时相应也是缘起的一时相应，这个是我们一再一再的做说明了，所以都是要从缘起法来说明它。所以缘起是甚深复甚深的了。缘起的定义就是此故彼是吗？有这个此故彼，那法则此故彼，你看它有甚深意了，甚深意。
好，第一个就是从缘起法说二谛教，然后说二谛教要什么呀？审要显圣意空，说二谛教就要显圣意空，这个第一义。因为为什么要显圣意空呢？因为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对吗？所以，那若不依世俗谛，则不得第一义。啊，重在圣意，重在第一义地。为什么要重在圣意地呢？因为不得第一义，就不能够得到涅槃。所以说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众生在生死当中啊，一切都没有办法。这个我们一定要深刻的体会到，一切都没有办法，真是一切都没有办法。啊，病根在哪里呢？就是执着真实的自信，真实的自信。这几堂课我特别特别举了一些我们在问题发问的过程当中，我特别举了几个问题，对吗？在我们在讨论过程当中提出来问题当中，我特别特别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指出它，我们在思维过程当中就是现在那个地方，现在那个自现界当中。所以希望我常常这样的感觉到，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自己去碰触到那一点，一定要自己去碰触。啊，我虽然一直在说，啊，那样呢是不能够指，很难很难去指到的啦，很难。因为我们的无始劫来就那自性见生死根很难去知道，我们再说，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就会有一个很模糊很模糊的，这我非常清楚啊。再加上我这个说法不是那么善巧，所以这个好反而是需要我们个人叫，我是会去需要去举那个例子啊，希望我们就是要在那边去体会到。而且我这几堂课举的在谈这一部分的时候，都会谈到各位在发问问的那个问题本身去观察，这样我们才会比较亲切的去碰到那一点，否则不容易。但是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欢喜，要有耐心啊，要自己要去思维它，每次就去碰它，每次碰它。那如果问的时候是这样自己去碰啊，然后呢自己这些过程当中在日常生活碰到的时候卡住的时候，我们都要很用心的自己去观察，这样才有可能一次一次的去碰。嗯，渐渐那个我们常说那狐狸尾巴那个就会让我们就会渐渐让我们那个看到，或者那个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很难去观察到那一部分，不太容易了。所以病根就是妄执真实自性。如果打破了这个自性的妄执，体达无自性空，那就一切都解决。我们这个无自性空就是在缘起向上去观察它。我不是常这样说吗？导师把那个空啊，有时候世俗空跟圣意空，圣意空就涅槃空，圣意空就是涅槃空。涅槃空呢就是圣意自性空，那就涅槃空。涅槃空是圣意的圣者的境界，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什么？缘起法相。我们就在缘起法相去观察，缘起法是众缘所生法，所以它不是自由自成，不是自由自成就是无自性空。这是我们能够观察到，这就是无自性空，就是导师说的就是世俗空，也就是世俗是没有自性的空。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所以病根就在指真实自性。我们就观察缘起法，一路观察缘起法，因为缘起法是我们能够观察的缘起相。所以世尊要说世俗谛，要说世俗谛，依着世俗谛入第一谛了。这个缘起的空有无碍是诸法的真相，但是却是圣者的自觉境界，在我们只能够把它当成崇高的理想，就是空有无碍，二谛并观，那是圣者的境界。而我们现在呢，只能够当成我们崇高的理想，作为前进的目标，可以译解它。我们现在也是在观察，即有即空，即空即有，就好像先天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是这样的去做观察。
但是这个还是在加行位，什么导师在那个行经当中给他一个科判，就是加行位，加行还不是正正哦，这个我们不要以为即有即空那就是了啊，那个中国就在即有即空之下呢，没有再突破一切法空，所以他的即有即空对于就三谛啊，他是妙有不空的，所以他就会堕在严重，坐在阎罗王，阎罗王是不能够得到解脱了，一定要透过一切法空。所以导师他那个真空妙有啊，那个不是在《中观经论》第十章嘛，谈二谛嘛，导师也用了真空妙有，真空妙有就是这个空有无碍。但是导师的真空妙有，这个妙有还是什么？还是空的，不是不空的，因为即空得幻有，名为妙，就在毕竟空当中，一切相也幻现出来，哎，那就是妙有，但是妙有是在毕竟空当中幻现出来的，那个还是幻有啊，它还是空的。所以一定要透过，所以先进就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个，这个才是正到那个圣意的毕竟空，那个才是的。所以在自信见那个毫厘喜未破的众生，就是像那个毫厘一般的这样的好自信见都不能够存在的，就是连一点点都还没有破了，就自信见一点点都没有破到，都一点点都还没有破到的众生，应该先彻中透出一切空，打破这个凡圣一观再说了。那打破了这个圣一空，然后见中道义，中道义就是即有即空了，一定要先透过这一切法空。所以导师说中观呢，观察就是一空到底，一空到底，就是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啊，我是立根的，这个还是一空到底，还是一空到底。甚至那个立根啊，就是什么叫立根，就是在发菩提心之前呢，就是已经具足那个非常好的那个就是福德智慧的资粮齁。那个一证进去的时候，他可能就二谛品观，就是空有外，但是他还没有到佛的境界了齁。最究竟圆满的二谛品观，那当然是只有佛了。但是如果说，但是一般的根基啦，一般的根基都是一空到底，都是一空到底，一空到底呢。一般的根基先做到什么？就先证到真空幻有嘛，就是证到毕竟空，它幻象没有现。那幻象现的时候，它没有证就毕竟空。但是它因为它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它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这样的做观察。也这样的去行大悲行，所以他虽然是幻象现的时候，他没有证入毕竟空，但是呢，他知道这个一切法是毕竟空的，但是他没有在毕竟空当中一切法幻现，他那没有。但是如果你的那个福德资粮的智慧具足，你还是这样的观察，还是这样的观察。但是一证进去，你就可能是就是空有无碍，证到那个就在见到这个毕竟空的时候，幻象也现了啊。如果以大圣来说了，那个幻象现的话，一般我们会说到那个五谛的时候，在定经当中它可以这样，但是它出定就不行。八谛呢，自律的时候可以，自律的时候可以二谛品观。啊，利他就不行。佛呢，自利利他就第一品观，所以都是一空到底。然后以中观来说，然后一空到底，然后再从圣一空见中道义。这是关于这个了，就是关于为什么要二谛说法了？为什么要二谛说法？你看了，若人不能知啊，分别于二谛，则于甚深法不知真实义。一般有的就在那个在中观有认为的是世俗谛啊，在
在不了解的话，他认为他是第一谛啊。例如在世俗谛有那个自信的、啊，就是有宗啊。如果说虚妄无为识，或者包括现在南传的、啊、四究见法是吗？四究见法，你看色法、心法、单缘法，单缘法他还是认为是究竟法。但是以中观来讲，一切的法都是，只要说它存在的法，那都是属于世俗谛。包括一说到无为法，它还是相对有为来说无为是吗？我们只要一说出来，所以那还是缘起法，那还是属于有，而不是属于那个甚深的第一空。包括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在观察，我们现在在观察即有即空，即空即有，那个呢还是属于加行位，还是属于加行位，然后还不是属于正证。正证要通过一切法空即现。好，谈到这里，我们就把那个这一篇说完。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六品哈，这个观然然则品第六品，这里因为现在是观世间集，观世间集，我们快看一下，很快看一下这个大科了哈，就是中观论颂讲记的大科。我们现在要接下来我们要观那个世间集。那前面是观世间啊，我们很快看一下前论的主旨，先这个主要三大科了，就是标宗显义，还有结赞，结赞一颂，标宗两颂是吧？主要就在显义了。前二颂标宗、哦、那就八部缘起对吧，所以要标宗啊，总那个显义当中有总观还有别观。总观我们就是谈，就是总观啊，就是八部当中先观即不生，观灭不去。你看八部的第一个就不生，八部的最后一个它就不去嘛，所以叫总观。这个极灭嘛，就是缘起的极灭嘛，缘起的流转门，缘起的环灭门来观察的，所以这个是总观，这个也是八部，总观八部，用一个观不生，然后观不去。接下来这就是别观，别观就是因为这个是中论是通论阿含，通论阿含，所以依四谛，导师啦，耶四谛来分章，就是四谛就是观世间，观世间一般就是苦嘛，观世间是苦，观世间，观世间集是吧？观世间灭，观世间灭道就是苦集灭道，简称就是苦集灭道，观苦谛啊，苦谛很熟悉嘛，就是应出界。在这里呢，我们一般都是应处界对吗？这边是用六情，就是六处嘛，六处。导师也有说明到为什么这个是那个古，就是比就是在阿比达摩哈，基本上导师举出一些阿比达摩的哈，论当中，次第是这样的。次第是这样。其实在阿含经也有了，也有这样。啊，我们现在目前的杂含经它是把印品放在前面。现在我们见到的了，是把印品放在前面。好，在这里那是早期的了，阿含经早期的老师也有举嘛，就是那个有这个次第，尤其特别是在那个阿毗昙论，有导致举了一些论点，说到就是从六情，然后在五蕴，然后在六界应住界，那就是观世间，
好，现在就要接下来就要观世间集，观世间集，观世间集有十二品。我们现在是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好，这个是惑业所生，因为集嘛，集，我们说惑业苦，苦就是那个苦地，苦地就是世间嘛，世间，世间，我们说。世间一切法当然以有情为中心，所以观这个应处界嘛。而应处界本身就可以摄一切，可以说是有情，也可以摄外在的一切法啦。譬如五蕴，摄蕴就可以摄七世间嘛。六情啊，六根取六境哦，六境可以摄外在，不单单是自己身心，也可以摄外在的嘛。所以在《阿含经》当中呢，说应六情五蕴就是指身心，有时候又可以摄一切法，一切法就包括外在的七世间嘛。好，关于就是惑业苦嘛，就是惑业，那就是观世间惑这个集嘛，惑业所生，就是惑业苦嘛，就其实惑业苦，那惑业可以就是。依着惑业而造成那个世间，那个可以就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以就是会有生住灭嘛，所以染这个就是惑业所生，然后就分成两颗，就是染则生，染就是惑染嘛，啊染有了惑，它就会起业，就是造业嘛，造业呢，造业之后呢，就招感的果报嘛，所以染则生，染则生有两品，染就是这个染者嘛，染者，它就会生，因为三相就是有为法的三相，有为法的三相就是生住灭啊，这个就是这个生呐、啊。那生就代表有为法了，就三这个，因为生住灭就是有为法的三相嘛，也就是有为法。我们全部这样说到吗？只要一切法就有它的相，是吗？有它的相。那个有为法呢？有为法相对来讲，那三相就是能相，就生住灭是一切有为法的相。那有为法呢，就是所相，对吧？就以前面来讲，就是有为法是所相，也就是可相。啊，能相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生住灭三相，所以只要是有染了，就会造业，惑业苦嘛，啊，这个苦就是世间嘛，所以一切的有为法它就生起来，就是染则生，它将会造作，作则受了哈，那个作，这个就是因为你看了、啊。作者那个在这里做可以说作业嘛，作业就要像惑业苦，所以作则受，接下来就关那个作者嘛，就是有染了它就会造业，对吗？有染了就会造业嘛，有惑了它就会造业，所以就关作者啊，关本住品其他的一本啊，就是关受则品，所以就是作则受，啊，染可染品，可以说前面呢，可以，就这个是譬喻啦，可以含摄前面哈，啊，这个在内文当中我们再做解说。好，基本上我们就看到这里，就是观世间集，就是先说惑业所生，这个就集嘛，然后集就会生苦是吗？集就会生苦，好。好，很快的，这个就在说明这些了哈。好，我们现在是在说到，观染者啊，就这一品了，这一品当中了哈。啊，那个大哥底下就没有说到了了哈。好，我们这一品呢，就会先观，只要有根一呀、啊，根一，
我们先看这个根一，这个是主要了，因为正观嘛，正观然然者不成，就是说有实在性的然跟实在性的然者，它是不能够成立的了。不能够成立，这个在本文当中怎么去破它呢？基本上我们看它就是用心一是别意不成，别意不成，我们就看，如果说常这样说了，如果说我们看导师的科判呢，什么叫别意不成？我们如果好，这个名相我们倒知道，而别是什么，意是什么，但是它到底在说什么呢？假设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就很快的看，就是同并列的同一等级的，同一等级当然就看心恶，一定会有心恶，对吧？心恶就是和合不成，和合，所以相对别意啊，相对了，相对来说，别意就是意，对吗？别意可以说意，和合呢？我们不是常说了一合相吗？一合相，一合相，所以一个是别意不能够成立啊，然后你合也不能够成立了啊。我们看心三是什么呢？心三是意合。什么叫意合？和合就是和合，和合，就是你看到和合不出一意，对吗？和合不出一意啊，所以在和合不成哦，就破一也不能够成，意也不能够成。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会一般都会重视在意能够和合，不同就可以和合，对吗？重视在一不能和合，我们都比较能够理解它。但是意为什么不能和合？所以接下来就要破，破的意也不能够和合，就意的和合不成了。在这里说破和合不成啊，用一跟意来破它，一跟意来破它。接下来呢，第三心三呢，就特别对这个意的这一部分，意的和合还是不能够成立了，所以叫意和也不能够成立。好，接着根二就是类破一切法不成，主要的破主要破是在破那个啊。就是染染者不成，这个染染者不成呢、啊，那个就是一切法不能够成立。例如像前面啊，前一品破那个虚空啊，虚空的相所相不成，这样的一切一切的法也不成的意。因为哈、啊，一切法都有那个相跟所相嘛，哈、啊，这里也是一样，这里是先正观这个不成，然后的力破一切都不成。啊，在这里哈、哦，主要就是很重要，就是别意不成，别意不成，别意不成。基本上论文用两门来破它了，前后门，前后门，第二个是俱实门，俱实就同时啊，俱实门为什么呢？你看哦，就是这边就会说到。什么叫染染者不成啊？就是染跟染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够成立了。但是染跟染者的关系就是我们一般染就是那个我们不是说心就是我们说相应啊，比如说一般我们现在一般啊说到那个相应就会跟心所心心所之间的关系的，心心所之间的关系，否则，但是早期的阿毗达摩，它相应不单单是心跟心所，但是我们现在这边要说到的，就是那个心心所之间的，的关系的，也就是染，还有跟染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内容会说到了哈，因为染者，你看到、哦、染者，我们说者啊，就是那个我们说。人我，人我，啊，这个我们刚刚我们之前也这样说到嘛，哈，就是缘起假名我是不能够离开五蕴是吗？五蕴和合幻现出这个假名我嘛，哈，啊，假名我不能够离开五蕴，但是也不即是五蕴啊，一样，这个染呢，染之间呢、啊，它就会跟会染会跟身心有关系，就是五蕴嘛，会染到五蕴，五蕴就会染到染者嘛。染染者的相应不出两门，就有
就这两门，哪两门？就同时，不是同时，就是前后嘛，哈，不是同时就是前后，所以有这两门，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前后门来破，还有同时门来破。好，基本上就会别义呢，就是别义就是染染者是不同的，染染者不同，但是它又要相应，对吗？它就是同时门，那个前后门，这就别义门了，也可以说别义门呐、啊，别义门就是这个都在说明它的别义啦，因为它导致在这里说要别义不成嘛，别义不成，所以那前后门呐、啊，你就前后门。就是这还在这里跟各位说一下了，就是别义门跟这个新恶的比较一下，就是那新恶的和合门，因为和合门当中那个义和门只是和合门当中的，在更说到那个义法的和合了。那这里别义门呢？别义门就是主要在说明。就是之间的不同，之间的不同，可以说就是前后，还有这个同时，前后同时。也就是那个相应呢，不出于同时相应，或是前后相应。这个在前后相应呢，也可以说是。前后的不同，前后的不同，好，基本上我们很快，还有这个啦，这个引言这一部分哦，引言这一部分，基本上我一的段落了哈，把它分成三个论点，先一个总说，因为节前起后，总说当中分成。两小科就是节前起后，什么叫节前起后？前面就是观世间嘛，接着起后就观，我们接下来就观世间集嘛，这节前起后也有说到起后当中的这个染者品，还有三相品的次第，就是染浊则生啦，就是染则生的这个两品。我们刚才归纳大科的时候有说到哦，这个次第呢。这样的次第也是阿毗昙旧有的了。你看，导师在这个地方啊，都会跟那个阿毗昙，这个是声闻的阿毗昙呢，都会跟他做一些连结，包括那个为什么六情品，我们刚才就是在那个世间品的时候，导师会说为什么六情品会摆在前面呢？我们一般现在理解的都是蕴触界，但是在中论为什么那个触？会在放在前面，导师也做了一些连结，对吗？跟阿含、跟阿毗昙做一些连结了。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连结？导师在弦论当中这样说到嘛，就是中论是阿含的通论，在通论阿含，所以导师在这里又特别做一些跟那个声闻兼论做一些连结了哈。所以这边也说到是阿毗昙旧有的，这阿毗昙是声闻阿毗昙的哈。好，接下来就会说到为什么要成立本品？为什么接下来就会说到染者品呢？次第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在这里这一段呢，先说到这个染呢，主要是在说明那个贪爱，就是贪或爱。你看呢，那极地呀、啊，按那个极地呀、啊，极地就重爱哦，爱。十二缘起也是重在爱取，对吗？爱取，因为为什么呢？贪爱是生死流转的动力，就是极地重视爱，十二缘起也重视爱取，都是重视爱了。不是老师在说那个华尔街的不是这样说，其实另外也是这样说了，就是迷情，在迷情当中呢，束缚我们的根本就是爱，但是我们要。要觉悟，
要出世间呢，那就要明，所以无明是生死的根本。但是在生死当中呢，在迷境当中呢，事物我们的根本是什么？是爱，是爱。所以在这个在迷境就是以贪爱为生死流转的动力了哈，束缚的根本。而这个爱呢，这个相对于爱有嗔，对吗？其实嗔只是要达到爱而引起的反动，所以它还是情本，情为本。就好像哈，那个苦行乐行是以情义为本的，不这样的反动。不是有三种爱吗？那个欲爱、有爱，那就占有的爱；无有爱呢，否定的还是一种爱；无有还是一种爱，对吗？这个就是嗔，也是要达到爱而引起的反动的。看似好像相反，其实内在啊，它只是一个爱的反动，所以还是不离开爱。所以缘起论特别重视贪欲、贪爱啊，贪爱。缘起论为什么缘起论中这个就是那个极地，极地缘起。缘起跟四谛的时候只是说明的不同嘛，一个是竖的说明，一个是横的说明，只是说明的不同，那内容还是一样，所以缘起论是特别重视这个。哎，老师也这样说到了，这个关于这个、啊、这个可以说是那个阿含重视在这个爱，但是大圣经呢、啊、重视在无明，重视在无明，但是都是其实只是侧重的不同了。其实无明盖爱结系的哈，无明无明故贪爱无明，就是我们那个苦命而就生出来，但是有侧重的不同的。好，就会证悟为什么要成立本品呢？这个原因我们到了导师内容再说。好，接下来就会特论染与染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本品就是染染者嘛，先说到者。者是龙树论最值得注意的特色啊，这个非常重要。者就是人我。你看现在南传哦，南传在观毗婆舍那，他不观概念法，不观概念法。所以这个概念法，这个就是概念法，就是那个叫他们说一般呢、啊、翻译成那概念法嘛，就是受假了。如果以我们很快的就是那个合合法，他要观到你看。他破相续嘛，他要观到那个极为刹那，对吧？观到极为刹那。如果以中观来讲，那个法，单言法还是假嘛？就明假、受假，法还是假。所以假一切皆假，没有什么究竟法。你看色，就是色法、心法、心所法，都还是不是究竟法，还是假名。不只是概念法，不单单受假、名假，法还是假的。但是谈到空，一切法毕竟空，所以这个者是龙树学最值得重视、关注意的地方了。所以我不是常这样说吗？我们在毗婆舍那还是要观一切法都要观，观什么名假、受假、法假。这个缘起假名我，这人我这一部分是属于受假当中的一部分。部分的哈，因为它是复合物嘛，复合物受就是复合物了，相对来说就复合的，但是分析到那个单元法还是假，以中观来说，它还是因缘所生法，所以这个者，我们都要这样去做观察，要在和合相续当中去做观察，所以不能破坏。其实那个最具体的法是那个。最具体显示出来是那个这和合的这个我，对吧？缘就是有情，这个最具体的，谁在受苦？是我在受苦，有情在受苦，是这个我在受苦。和合的这个有情呢、啊，谁在离苦得乐？是这个有情哦。那个心呢、啊，不能够离开事，也不能够离开有情，就是和合成的这个。但是我们一般就把它一合相认为是实在的我，对吗？是来我，其实它是还是众缘所生法的。好，谈完了这个之后，者之后就证论染与染者了。染与染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它的定义就是染与染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一个能起，能起所起。这边都要谈到这个主要说染染者不成，就是说这个都在谈到这个，我们不是在谈到这个是那个世间极吗？世间极就是在谈到的它的因，但一谈到因就会谈到因果，因果关系嘛。这个呢就要先谈到染跟染者的关系嘛，染跟染者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主要有两，就是有两方面来看它。一个是能起以所起，能起以所起就是能，因为这个是染以染者嘛，就是能起染以所起染的关系。能起染的是什么？能起染的就是染者，所起染呢，就是染是被染者所起的，所以染是所起的染。啊，另外一面看呢，就是能染以所染的关系。能染，什么是能染？就染嘛，染是能染的。啊，染者呢是被染所染的，所以染者是所染。你看到能所，在这里看到能所有两类的能所，一个是能起跟所起。这样的话，这个能起所起的能边是什么？能边是染者，但是能染所染的能所呢？能的是什么？是染，是染。各位不要觉得说，这个就是不同面向在观察。所以缘起法这个中观呢，就是一切法空，没有破一切，没有破一切法相，一切法相就有不同的面向啊，不同面向，所以就是这样来做观察。就有这两类，有这两类观察的。好，理解这个就会说到对染染者呢具体的问题，就是这个论题呢在那个部派当中对这个两个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就在这里具体的问题会说到了。我们看到内容再说它，然后接下来就结束。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直接就来看内容。先看到引言了、啊，引言我常说了，引言哈、啊，就是每一品的玄论了、啊。相对于我们这个全论当中，前面有一个那个玄论对吗？每一品的、啊、有一个一小段的这个引言，相对来讲就是那个全论这一本品的一些玄论，就是先谈了、啊，先谈的，好，我们先休息。